这现场啊，跟我们家弄得差不多。当然了啊，比我们家的灯多啊。我们家屋里没有这么些灯，也没这么多串门的。不过我人好热闹，三五知己坐在一块儿，聊聊天啊，喝点茶，做点吃的。尤其我这人啊，有点手艺，好做饭，腌个白菜啊，腌个胡萝卜啊，腌个青萝卜啊，腌个紫心萝卜啊，弄得挺好啊。有人怎么老吃萝卜？吃萝卜顺气，啊！你看，今儿我们家还没来人了，要来人呢，我得让他们痛快痛快。师傅，不禁念叨，我们给您送好吃的来了。我给您带什么来了？哎呀，师傅，这您认得吗？这我太认得了。这叫棍儿叉山楂，什么名字？这都是新的。您瞧我这个，哎呦，你拿的这可是老北京小吃。当然了，这叫焦圈儿，没错。焦圈儿你也知道啊？当然知道了。这是咸菜丝儿。哎，这个。不全，因为这个它是跟豆汁儿配一套。哎呦，豆汁儿呢？你这可是半套。豆汁儿怕洒了，没给您拿来呢。你瞧瞧，拿到哪儿来？不是喝肚子不也洒的吗？哎，没关系，一会儿给您拿来，您就能。小四是东北人。当然了，你还知道老北京的小吃。我来北京喝的第一个特色就是豆汁儿，真不容易。当时差点喝不下去，后来越喝越好。你这个从哪儿端来的？从抢的。你赶紧投案自首去吧。啊，这我们的小吃叫。糖葫芦，糖葫芦，哎，这还是老牌的。师傅，来喽，串门来喽，又来人了，看见来了，来了，好孩子们，快来快来，哎呀，来就来吧，怎么还买东西都？知道您爱吃这个。哎呦，我的兄弟，来点这个吧。太好了，哎呦，好东西都是。太好了吧？你告诉我这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盆糕，盆糕啊！你告诉我盆在哪儿呢？哎，拿走了，手叫盆。哎呦，这是。您看我这个。郭麒麟端来的，这菜叫消化不良。哎，没听说过，这叫糊了。这里边有驴打滚、豌豆黄，没错，艾窝窝、奶卷、山楂糕、芝麻卷，哎呦，椰丝卷都有。由此可见，郭麒麟是一个孝子。太对了，这都是他爱吃的东西。他端到这儿来，竟然每个上面都没有牙印，不容易。都让我舔过了。这个是谁拿来的？我这蚕蛹。谁告你的？还蚕蛹呢？蚕蛹，蚕蛹也不对啊！不对，这叫什么？知道吗？叫什么？这叫什么呀？这你都不认识啊？这什么呀？什么呀？这叫茶碗。哦，我说这茶碗头了呢？这茶碗头扣着的茶碗，扣着的头了呢？在这头了。